这次演习呢，主要有三个特点，一个是联合性，那么联合性体现在我们组建的战役级别、战术级别的指挥所，以及10个作战群队，都是中外多国官兵混编的，大家在一起指挥，一起行动，一起训练。第二个方面呢是实战性，围绕反恐作战的应对各种威胁，包括多点发生恐袭。 一个恐袭当中发生多种样式的恐袭，我们都进行了训练和演练，应该说在实战性是更进了一步。第三一个呢，就是在专业性上有所增强，包括指挥的专业性和行动的专业性。指挥上面，我们专门研发了一套供多国使用的中英双语的指挥信息系统，来供大家在一个平台上进行指挥筹划和控制。 应对地区的安全挑战，中国是有大国责任的，所以对各国的其他官兵来说，对他们也是一次很好的，这个对我们的了解啊，增进感情。将来一旦有需要的时候，当我们面对共同的威胁和挑战，有了很好的感情和互信基础。